来看到车祸的消息。嘉义市政府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日前接获报案，表示保安一路甲自由路交叉路路口头前发生车祸事故，派遣第一大队德安分队的救护车出勤前往救护。该七点分队救灵车到场之后，现场是小客车甲机车发生侧撞事故，而机车驾驶倒伫路中意识不清，等待救援。救灵员实时追踪查看伤者状况，发现这名伤者正手疑似骨头断去，而且嘴边啊有出血情形。救灵员实时替这名伤者进行伤口处置，并用警圈长背板将伊固定之后，实时送往病院治疗。那我们救护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我们本市的热心市民都纷纷帮那个外送的业者撑伞。那我们救护人员检伤的时候，发现患者啊，他的左髋骨啊有非常剧烈的疼痛，那右脚有蛮长的撕裂伤。那在救护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有一个穿着红色的衣服的老伯伯来协助我们做救护以及搬运的过程。根据了解，这名骑士透早外送结束，准备下班休困，骑到拜到路口时，小客车向上挖出来，但当时因为落雨，伊看到后闪避未赴，直接弄丢。不过在当时有同事经过协助帮忙，该车厢叫一号民众，骑到拜经过路口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路况，以免发生危险。新闻台由民间记者采访报道。